每次过完年，媳妇的晚餐就变成这个蔬菜沙拉，比西餐厅的还好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首先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拍碎切断，依次放入盆里，再来点美味不胖的蛋白质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酒店都在用的沙拉汁，拌一拌就可以吃了，味道很浓郁，吃多了也没负担。自从我开始健身啊，我就把晚餐换成了这个蔬菜沙拉，它做起来特别简单，而且真的比西餐厅的还要好吃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也哇，天哪，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是吗？太好吃了。这个你不回来回购，我名字倒过来写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你们醒我一次啊。脂肪最害怕你吃生菜，但这干菜叶子谁也吃不下呀。我都是把它做成这好吃的蔬菜沙拉，过节大鱼大肉吃的多的也可以当做解腻凉菜。买了一次又一次，怎么买都不够吃，就是这个奇亚籽沙拉汁，自从买了它不用出门，在家就能吃到西餐厅同款蔬菜沙拉了，味道很浓郁，里面还有超多的奇亚籽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，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吃，超市里这一瓶都得20几，今天厂家直销做活动，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。